解放！大家说要解放！解放！上不了！上不了！解放！这就是我们的花园，从3月3号已经被封控了，到现在16天了，完全符合解控的条件了，可仍然没有解控。现在你看，整个小区已经所有人都憋疯了，在阳台上呐喊着、狂呼着、咆哮着。这就是我们的小区，已经封了。